那些明星拍戏时的爆笑名场面，最后一个沦为表情包，导演可能跟孙坚有仇，差点把人吓出心脏病。来，这是特技用的那个蓝布，回头把允儿的脸给贴上去。你让他搭句词儿行不行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拍恐怖片呢，最后还是孙坚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按暖心的话语，尽管说便是。我爱你。该被和你演出的我们视而不见。胡歌后半生的幸福差点毁在霍建华手里。我不干了，你自己来干嘛？唐嫣可能是太想去酒吧了。麻烦你好好清楚，我们这里是酒吧，和洛洛本来想英雄救美，没想到却成了陪葬。古天乐在片场被憋得小脸都黑了。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无论多好笑呢，我们都不会笑，绝对也不会。男主给宋祖儿的人工呼吸差点被送走。好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胡歌忍不住笑场是因为实在忍不住。证监会受理申报。最近不知道怎么老垂涎三尺。最经典的还是张译和高露吃饭，不转行演喜剧真是亏了。你能别下去。婚姻之后就是一辈子要吃这一顿饭，一起吃饭。你想知道这顿饭的滋味吗？你想知道米的味道吗？那先得把米煮成熟饭。你愿意跟我一起把米煮成熟饭？你真是个空虚的男人。我很实在，不信你摸摸看。还很无耻，但不是最无趣的。无趣自觉有趣，下流四命，上流人如公子。这就是一种修养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子。